所以今朝早咧，我係以處理行政長官身份咧，係主持呢個行政會議。大家要留意咧，就查實台灣方面咧，呢件案件咧對呢位疑犯咧已經係發咗通緝令，呢個30年嘅通緝令，為期30年通緝令，即係而家仍然有效嘅。咁喺個環境之下咧，全世界一般嘅做法都係咧有通緝令咧，都希望咧個通緝犯能夠早日緝拿歸案，繩之於法，接受呢個審訊。呢個點先係通緝嗰個目的？既然係咁樣話，一個自首嘅自愿回翻去台灣嘅人咧，查實應該咧係有關方面應該係要即時係收翻嘅，呢個係一個常理嘅做法，亦都配合翻國際嘅做法。咁第一呢點大家都要留意嘅，亦同時亦都彰顯咗公義咧同埋法治嘅精神。希望咧就大家特別係台灣方面，希望能夠係一個以一個理性嘅態度實事求是，積極睇呢個問題，就唔好將一個簡單問題複雜化。尤其是唔好將一啲政治嘅考量咧，係凌駕法治同埋凌駕呢個公義呢條係十分重要嘅。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當然，如果邊啲地方特區政府可以配合，我哋一定會配合啦。但係希望能夠我哋能力範圍做得到先得，不能夠強人所難。亦都有時有啲人講點解佢有一個通緝犯，即係台灣方面係竟然係唔收咧？呢個係匪夷所思嘅，亦都係可以講係即係令人費解嘅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